毕业的季节又来到，孩子们进入另一段学习的旅程。亲爱的宝贝，带着梦想勇敢飞翔，努力乘着梦想起飞。现在让我们带着满满的希望与祝福，我们欢迎学妹班毕业生与家长进场，给他掌声鼓励。毕业生随着父母的脚步，在前后方带着喜悦的表情，自信的步伐缓缓地进入会场。亲爱的孩子们，谢谢你们三年来带给老师的欢笑与美好的回忆，在这里献上老师的祝福，愿幸福平安伴你走过每一天。Thank you.
验证书后，我们勇往直前，奔向美好的未来。我们邀请教务长李志宏教授上台颁发毕业证书。
接受毕业礼物。邀请教务长上台颁发毕业礼物。
现在我要
Thank you.
Yes.
Thank you.
第四名。